我一觉醒来，我的可乐已经存了4G多罐了，可惜我的电脑等级才5G，开出彩色级别装备的概率才0.08%。我的天，10000个才能开出8个彩色级别。不知道我这4000个能开出多少，西西摸你们的欧气，给我掰。叔叔，你躲在柜子里干嘛？哇塞，居然真的出了！西西，新年快乐，感谢你的金鞭之恩。太爷爷成蚯蚓了，也不忘给我红包。镶嵌了一年的金鞭了，我来投个红包。哈基米也给我准备了红包。戴娃，我们是专业的。一边变魔术一边戴娃。完了，我要挂机了。对不住，完了，我要挂机了。爷爷来跟宝宝玩游戏。一边缺个人当大员戴娃。戴娃要紧。王叔叔最喜欢小孩子了。你是我的初恋，帮忙带小娃不过分吧？妈妈给宝宝讲故事哦。西北风给小宝贝哄睡。